下边宣读退位懿旨，奉旨朕亲奉玉龙皇太后懿旨，前因民军起事，各省响应，九下沸腾，生灵涂炭，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，议开国会，公决政体。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，南北魁阁彼此相持，商报于途，事露于野，徒以国体一日不绝，故民生一日不安。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，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。欲以何人因一姓之尊荣，图兆民之好恶，是用外观大事，内审于情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立宪共和政体，尽为海内厌乱忘治之心，远挟古圣天下为公之意。人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，唯一大中华民国，予以皇帝得以退处宽闲，悠游岁月，长寿国民之优礼，亲见治治之告成，岂不一语？钦此。